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这一款《狙击僵尸二：犯罪之城》。我有预先注册，通知已经上架了，但是应该不是亲友了，下载次数100万架。进来之后就到这个画面，声音的话不知道大不大声音。这边是怎样？可以狙击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应该是那种比较偏简单的射击游戏吧。感人的，这个应该是机器翻译吧？机器翻译有没有这个 color 什么的？这個、好像也没弄好。就是有时候你看到它原本可能是因外国游戏吧，然后把它翻中化这样。一样，哇！他正在吃人呢。我们这个狙击手的脸怎么看起来脸色发白？绿色的血哦。索赔是怎样？我要跟谁索赔啊？最后的特权，我看不懂什么叫最后的特权。这个东西。时间放慢是不是？好，慢动作，爆他头啊！爆你头！我现在只用一只滑鼠在玩。台湾没有那个，台湾有那个禁用枪支啊，所以这种情况在台湾应该不会发生。就是如果真的有一天末日发生病毒僵尸，我们也没有枪支可以用。就不像美国，他们有武器链嘛，然后每个人可以取得一些枪支使用的执照。台湾有枪啊，都是一些黑社会私改的一些改造手枪吧。好，然后嘞，目标感染的老人，就你了，就你了，对不对？就你的，就你的，就你的！哇，赶快！这个游戏真的是是反社会吗？没有，我们反的是僵尸。每日任务，测任务，这个翻译我真的是看不懂啊。测任务，好，开始消灭所有僵尸。好，我根本没看到僵尸啊，看到了，狙击一下，应该不用到爆头吧？对不对？好像随便瞄准就可以了。有没有那个物理冲击啊？嘣，他就死掉了。好了呢，好了呢，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游戏在干嘛。有限的入门包，抓取我装置账号，然后这48小时内可以买这个什么半自动什么的。设定的话，60fps 哦，画质是高啊，好高。然后我们的 ID 阿姆，免费 ，yes。然后国际服版本嘛，国际服版本。反正我们 Play 商店上面下载下来的可以玩。这是成就，好，武器。武器的话要用金块买啊，我现在没有金块，这一块而已。这个要储值啊，160元买150块金块啊，那显示是金币啊，是不是金币？然后这是钞票吧，免费。老张，
你骗我，看广告啊，叫关老爷的广告。点污迹呀，好，暂停一下吧。一点吧，可能古人用完墨。好，看完。这个要看广告啊，不要被人家骗了，什么免费，结果是要看广告。没有一个提醒，因为有些游戏它会有一个影片的一个图案嘛，告诉你说你可以看，但是要看广告，你可以拿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吧。主要任务、侧任务、每日任务。那我们先玩主要任务吧。31/5。好，开始消耗一个体力。不知道有没有强制广告啦？有时候会有强制广告。我来设定一下乐界。那我瞄准的时候比较好射，我现在没打到。哎呦，打到！我射随便射一个 S。160，广告。好，我们继续。我怕我等下玩玩玩，我就强制广告跑出来，也不一定。好，开始消灭所有中比僵尸。哎，终于没有慢动作了，两只哦，最后一只慢动作。哎，如果我们打人会怎样啊？我不知道哎。我们来打人看看好不好？乱玩一下。怎么又升级了、啊？就你啦，干掉你！这样就失败了。杀死无辜的人，可恶！谁是僵尸？我觉得他蛮像僵尸的。他身上有绿气呀、啊，身上绿绿的，有没有感觉他是僵尸？你躲不过我的法眼的。好，继续开始。守卫入口。僵尸哎。是你，就这种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杀了我们的战友？天哪，是我们战友，不好意思啊，战友兄，这个是不是僵尸？这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点。啊，不是 ，help help help， 啊，不是 ，help help， 这个看起来很像是，这看起来也很像是，这个看起来很像，这边应该也是，一二三，好，完成完成完成。大家觉得好玩吗？我觉得可以，可以玩一下，可以玩一下，就爆头僵尸一下。但是我刚刚开始说了嘛，就是枪支对我们来说比较遥远啊，目前比较遥远一点。哇，这看起来好大只哦！无爆炸死亡，狙击一下吧。爆头，爆头，还有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慢动作倒可不必了啦，看腻了，看腻了，这个慢动作。
爆头挑战 ，OK。啊，有点弹，有点弹。哇 ，AK 四十七耶！可以无射程，这样是不是？我们子弹是无限的。射一发可不可以啊？射一发我不死，射一发就死了、啊。我、哦、没有，不一定。他说什么？不知道。OK，AK 四十七。这个游戏都是绿色的血而已啊，没有很暴力，把它改成绿色的血。我们离开啊！好，每日任务做完了是不是？这边还有其他任务啊？车任务。主要任务。那我们再玩一场吧。游戏大概就是这种射击游戏啊。瞄准移动，瞄准移动。玩过类似，就是你会去用不同的，用不同的那个狙击手，有时候去切换，有时候用火箭筒啊，有时候用一些机关枪啊，不一定。那我们现在是狙击嘛，不一定要狙击僵尸吧，就狙击这一种。之前玩的一些什么特种部队的也是类似这样的玩法，有时候还可以叫那个直升机啊，叫火箭筒啊什么的，各种重武器。再玩一关好。有没有直升机来了？直升机来了！哎、欸，这应该不是哦，这个应该是了吧？这一关也太简单了。好，那剩下就留给想玩的人来挑战一下吧。好，目前下载得到，然后有中文，但是应该是机器翻译。好，设定都在这边，然后还有其他活动还没有开，那就 3D 射击游戏吧。哦，僵尸题材。OK， 那先玩到这边。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